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检查的时候我就来过。那你都看见了？看到什么？我用五字碾茶，他们也议论我原来曾在月季。盼儿，你别这么叫我，你也别过来。 我上次跟你说要你想清楚，到底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，否则就别来。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想得很清楚。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你了，我想娶你，我想跟你成亲，我想跟你白头到老。 你是疯了吗？你没有看见我在里面跳舞的样子吗？你还记不记得我在周舍面前曾经浓妆艳抹，媚意勾引过？你知道吗？除了你熟悉的我，那一面也是我。你是朝廷命官，而我做过乐妓。 而且你知道吗？今天一过，只怕是全东京的人都知道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是我要娶你，不是他们娶。可是，没有什么可是。在情爱这一块，我可能很迟钝，可能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。 但是我跟你一样，一旦我选定的东西，我不会后悔。什么良贱之别啊，什么身份地位，对于我这种天天在刀口上舔血的人来说，真的无所谓。你刚才也说了，茶无论是身在钱塘山涧，还是身在御园，只要茶汤凝香悠远，便自然会有赏味之。 我顾千帆就想做那个人，并没尚未备齐。 放我下来，除非你叫我的名字。顾千帆，你放我下来。嗯。千帆，放我下来。